你还好吗？这个相机怎么还开着机呀？就是想看一下以前的照片。我记得他出事的时候，这个相机摔坏了呀。雅露，你别想太多了，别太难过，开心点，我给你拍一个。别拍了。莎莎的生日吗？你在说什么？嗨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啊，小猫给我们拍照呢。来，我们看镜头。难道我在相机里？怎么回事啊？快点，前面有我和小毛的照片。怎么了？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过来啊，让菲菲帮我拍照。我们总是让美丽风景悄然溜走，才明白每一班地铁都不会回头。我们总是为去的事还想强求，却不知又错过下一个美好路口。如果我能够逆转时光，或许很美，相信却不经意。